当你们感到迷茫的时候，你们将如何处事？这是我今天布道的题目。你们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可是无法找到。去年，当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，我们中又有谁不曾体验到那种极度的困惑、绝望？现在怎么办？路在哪儿？我该怎么对孩子们说？我该如何告诉自己？那时人们由于共同的绝望之情而坐在了一起，心心相连。但是想想吧，将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你们的绝望，那是一种公众的体验，由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分享着。那是痛苦的，但是由我们一起承受着。而当一个孤身的男人或女人独自面对他的天灾人祸的时候，那更会是何等的苦痛。没人知道我病了，没人知道我失去了最后一位挚友，没人知道我做了错事。想象那孤独吧，你像是透过窗户看着世界，玻璃的那一面是快乐无忧无虑的人们，而玻璃的这边只有你。事情发生了，你得承受着，无法言传。对那些受尽磨难的人，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苦痛，他们的隐秘，他们那隔绝的悲苦的隐秘。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们只能这样对着天空向上帝呼号：救救我！如果没有回答该怎么办？沉默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。一艘货船在海上沉没，船上所有的海员都淹死了，只有这个水手活了下来。他用船上的几根原木做了个筏子，然后按着海上的规矩，他驾着筏子望着天空中的星座，往家乡的方向漂流。他精疲力竭睡着，乌云滚动着遮住了天空。在随后的20个夜晚里，他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流，看不到星星。他相信自己漂流的方向，但是无法确定。日复一日，他由于发热、口渴、饥寒交迫而日益衰弱。他开始怀疑了，他选择的方向正确吗？他仍然漂流在去往家乡的路上吗？或者他因为这可怕的迷失而注定在海上死去？无从知晓。那众星闪烁的指引，难道只是他在绝境中的想象吗？或者他已经见过了神灵，现在只需执着于他而无需更多的安慰？这是他前路不明的海上航行中的困境。今天在教堂中的你们非常清楚我所描绘的这个信仰危机。我要对你们说，怀疑和坚信同样有着强大持久的凝聚力。当你迷茫的时候，你并不孤独。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义，阿们。
来，你有空吗，奥勒西斯修女？进来，詹姆斯修女。谁在照看你的班级？他们在上美术课。美术课，浪费时间。一个礼拜只有一小时。60分钟能学许多东西。是的，奥勒西斯修女，我是否可以问一下，您是怎么处理威廉·伦敦的？我让他回家了。亲爱的，那他还在流血。是的，早上宣誓的时候他的鼻子突然出血，而且开始涌出来。是突发的吗？还会是什么？他自我导致的吧。你的意思，你认为他可能是故意让他自己流鼻血？正是这样。不是的。你是个很单纯的人，詹姆斯修女。威廉·伦敦是个坐立不安的男孩，你稍有放松，他就会想方设法离开座位。为了逃学半天，他会把脚放到火里。可那是为什么呢？他头脑不安分。但这是好事啊。不，这不是好事。他父亲是个警察，最不希望他儿子成个小流氓。威廉·伦敦开始惹是生非了，青春期使他不安分，满脑子想着坏事。我很怀疑他能否高中毕业，但这不是你我所能决定的。我们只要把他送出去，出了这扇门就是别人的责任了。通常来说，我总是派最有经验的修女担任8年级的教学，但在我的严格监督之下。你管得住你的班级吗？我想没问题。送到我这儿的学生少多了，我都尽力自己解决。那可能不对。你对我负责，我对教区神父负责，他对主教负责。这样一级一级，直到罗马教皇。这是一个系列的教阶制度，要利用它。好的，阿鲁西斯修女。唐娜表现如何？不错。好。有人打他吗？没有。好。那个叫琳达·康蒂的女生呢？你没再让他坐在男生一起吧？尽量坐得远一些，效果不大。要帮助他，他是个处女。那么我可以走了吗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哦，怎么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没了。哦，那就没什么事。谢谢你，阿罗西斯修女，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威廉的鼻子。他有一支圆珠笔。你说什么，阿罗西斯修女？威廉有一支圆珠笔，在等候他母亲的时候，他在玩那支笔。我不希望他用这支笔做功课。不会，当然不会。我很遗憾，我甚至允许学生将钢笔带到学校来。学生真的只能用蘸水钢笔来练习书写，如今总是用容易的方法，那教他们什么？今天每一项容易的选择都会有明天的后果，你看着。是啊，阿罗西斯修女，圆珠笔让他们用力按，而他们用力按就成了猴子写字。我不让他们使用圆珠笔。好，书法在这个国家都快要消亡了。你还有时间，坐下，我们倒是可以谈一谈。我一直想同你谈一下。这学期开学时，我听过你罗斯福新政的那节课，不坏，但我要提醒你，不要把富兰克林·罗斯福理想化。
他是个好总统，但他企图操纵大法院。我不同意将世俗的历史人物树为英雄。如果你要谈论圣人，那就在宗教领域里谈。明白了，奥洛西斯修女。还有，我要质疑你对历史的热情。可是我的确热爱历史。我正是这个意思。你对历史的爱好有可能影响孩子们对其他学科的重视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我会尽力地对其他课程的教学投入我更多的热情。不，教他们历史，但不要美化它，这是关键。现在谈谈你的班级，你如何分析巴比班的现状？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您想知道什么？让我们从斯蒂芬英泽开始吧。斯蒂芬英泽的成绩是全班的最高分。诺林霍兰呢？第二高分。布伦达麦克奈尔蒂第三高分。詹姆斯修女，我正在谈一个观点。我知道斯蒂芬英泽、诺林霍兰、布伦达麦克奈尔蒂是你们班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名。在学校范围内，各年级共有48个这样的学生。我尽我的职责，掌握了所有这48个学生的姓名情况。我并非借此来吹捧自己，只是要说明集中注意力的重要性。你也必须集中注意力。是的，阿洛西斯修女。我不能事事都管。我有失职之处吗，阿洛西斯修女？这三名成绩最高的学生是你们班最聪明的孩子吗？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但他们是最努力的。很好，说得对，道理就在这儿。礼物再好留在盒子里有什么用？智商再高咧着嘴净看窗外有什么用？对那些聪明的孩子要严格要求，詹姆斯修女，不要被聪明所迷惑，不管是他们的聪明还是你的聪明。我想你是一个合格的教师，詹姆斯修女。或许不是我们最好的教师，最好的教师自己不表演，他们让学生表演。我在表演吗？就像在百老汇的舞台上。亲爱的，我完全不明白。你在炫耀。你喜欢你在他们眼中有10英尺高。还有一事我刚想起，以前你在哪儿教？圣玛格丽特山学校。那是个女子学校。是的。我想我必须提醒你，詹姆斯修女，男孩子是由砂石、煤烟和油毛粘合成的，男孩的教养是不同的。我觉得我知道如何对付他们。但也许你错了，或许你努力的还不够。不要哭。我以为你对我是满意的。满意是一种恶习。你有手帕吗？有。擦一擦。你以为苏格拉底会满意吗？好的教师永远不会满意。在这个学校，我们有着372位学生，这是一个需要在教育精神和道义上始终保持警惕的社会。我无法允许一个极其单纯的教师担任8年级的教学，这是一种自我放纵，单纯是懒惰的一种形式，单纯的老师是很容易受骗的。你得精明，詹姆斯修女。是的，阿罗西斯修女。当威廉·伦敦鼻子出血时，要怀疑，别被一点点血抹去了你的判断力。上帝给了你一副脑和一颗心，心是热的，而你的脑筋必须是冷的。撒谎者应该害怕对你撒谎，你的存在应该令他们不安。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这样。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你应该让孩子们感到你能看透他们的想法。可是那样不是太可怕了吗？当然是针对那些不求上进的学生。可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很信赖地与我交谈。他们是孩子，他们可以互相交谈。有一个严厉的道德监护人对他们来说更重要。你站在门口的位置，詹姆斯修女，
你是守门人。如果你有警惕性，他们就不会那么做的。我不明白，您让我做什么？那就是，如果班上发生事情，需要你的思考理解，而当你无法理解时，来找我。明白了，阿卢西斯修女。这就是我所以在这儿，这就是我所以担任这个校长。任课老师上课时你在班上吗？我在的。你们班现在是美术课，可你在这儿。我有点担心威廉的鼻子。没错。那么说你们班正在上美术课？是的，是贝尔女士她在教课。你还带你们班去底楼上希尔兹女士的舞蹈课？每逢星期四。那也是浪费时间。可是大家喜欢我们的圣诞文艺晚会。我不喜欢。说实在的，她令我恼火。去年担任女主持人的那个女生还抹了口红，我当时就在舞台一侧等那个小妖精。还有音乐课，那个拎着手提钢琴的怪女人，她脖子怎么了？是一种甲状腺瘤，她挺可怜的。是啊，卡洛琳女士。就是她。以前我们有一位修女教这门课，现在修女人手不够。嗯。还有什么课？还有体育和宗教课。这两门课是我们的福林神父在教，每周两小时。这两节课你也待在班上吗？那都在，除非我有报告要填写。你觉得福林神父怎么样？一个极有才华的人，他的演讲真是漂亮。他上星期天的讲道富有诗意。实际上他的篮球也教得非常出色，我很惊奇，我没想到一个神父的个性特征居然会是篮球。但是他有他的一套，运球投篮都是那么自然。你对那天的讲道怎么想？什么？上星期天他在讲什么？哦，怀疑。他在讲怀疑。什么原因呢？你说什么？阿鲁西斯修女，讲道总得有个来由，对吗？福林神父在怀疑，还是他关注的什么人在怀疑？我想您只能问他了。不，那是不妥的，他的教阶比我高。如果他有困扰，他应该向他的同伴神父或者主持忏悔。我们是不应该知道神父们心中的秘密的。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时间，再过几分钟美术课就要下课了，我得上去了。你注意到什么问题吗，詹姆斯修女？关于哪个方面？我要你保持警觉。我想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阿鲁西斯修女。我很遗憾，我不便更直截了当些，可我必须谨慎以免是非。我只能说，或许我不用说，我对圣尼古拉斯学校的事情非常关注。是教学上的吗？我没请你做猜谜游戏，我要你注意你的班级。是的，阿鲁西斯修女，我当然会注意我的班级。我会努力做到不表演，我要努力做到不单纯。我很惭愧你对我失望了，请相信我，我将竭尽全力，真心真意的。看你为了讨得别人赞许，你什么都愿意做。此时此处我要告诉你，我要看到你个性中的刚强。如果你在寻找安慰，你会受骗的。如果你忘记自己而研究别人，你将不会受骗，这是重要的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然后你真的该上去了。弗朗妮卡修女的眼睛要瞎了。这事儿我还没有公开，我也不想说出去。如果教区发现了，他就得走人，我不能失去他。现在，如果你看着他沿着石阶摸索着走下庭院的时候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就像出于同事的情谊，轻轻地搀扶他的手，别让他毁了自己。
好了，去吧。男生们，现在关于罚球线的投篮，这是心理素质，比赛的其他部分都是你同队友的相互配合，但在罚球线上，你的对手是你自己，危险之处是你开始思考了，而当你思考的时候，你屏住了呼吸，你的身体就僵了，所以切记要放松呼吸，放松双膝，看这样，吉米，你站得像根电线杆，要养成个罚球习惯。换重心，摆臀。你觉得这很滑稽是吗，拉尔夫？滑稽的是你一个球也投不进。别在乎他们说你的样子傻。你投进了。他们就不会觉得你的样子傻，养成个习惯动作，注意力集中，你就会忘却紧张。现在我要和你们谈另外一个问题。我注意到你们中间有些同学的手指甲很脏，我不希望看到那样。我说的不是手指甲的长短，而是清洁。看到吗？我的手指甲，他们也蛮长，我喜欢他们长点，但看看他们多干净，这样就没问题。小的时候我有个伙伴叫迪米马西森，他的手指甲永远的很脏，一会儿伸到鼻孔里，一会儿伸到嘴里。这事儿是真的，听听这个教训，结果他得了脑脊髓炎，死得很可怕。有的时候这种小事儿也会毁了你。康乐伊先生，你要是带着这副脏爪子去见女孩的话，她会没命的落荒而逃的。好了，小伙子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好，换好衣服到神父公寓集中，用些饮料饼干后自由讨论。解散。阿鲁西斯修女，武安詹姆斯修女，麦克金先生修剪了这蔷薇花，这自然是好，可他却忘了这花要防霜冻。我们有过霜冻吗？等他来了就晚了。您懂园艺，稍稍知道一些。你的班级呢？女生在上音乐课。男生呢？他们在神父公寓里，同福林神父在一起。是的，他在给他们讲话。说什么呢？如何做一个男人？行啊，如果允许修女去神父公寓的话，我倒很有兴趣去听。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男人，我想了解它的含义。你给女生讲过如何做一个女人了吗？没有，我没那个资格。为什么没有？只是觉得我没有，从我最初宣誓起，之前从最初起，我们修道会的圣母赛顿，在她宣誓前曾结过婚，生过五个孩子。我时常在想，她如何在一生中能做到那么多？生活的长久以及她对人们灵魂的支配，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我结过婚。您结过婚？你至少应该掩饰一下你的惊奇。我实在没想到。
当你一旦穿上教服，世俗生活的门就对你永远关闭了。我丈夫死在抵抗希特勒的战争中。原谅我，阿鲁西斯修女，但我和你一样，我并不自信我能够像那些窃窃笑语的女孩子们谈论如何做一个女人。我不常来这个花园，为什么？40英尺的距离，修女院在这边，神父公寓在那边，我们的间隔可以说是大西洋。我过去常来这漫步，主持神父本尼迪克特也无数次地在这静坐沉思。但是即便神父们不在场，我们也从不越过这条小径，尽管他已经79岁了。主持神父人很好是吗？是的，但他的倾向性很强。对什么？我想他甚至不知道谁是美国总统啊。我当然不是说他无理，只不过他是那么极端的出世。那他是不是很单纯，阿鲁西斯修女？你这是旁敲侧击，詹姆斯修女，要小心。你的班级怎么样？唐纳穆勒如何？他在班上排第13名。我知道，那不错了。大家接受他吗？他没有朋友。那也难免，毕竟才2个月的时间。有没有人打他？没有。会有的，一旦谁动手打人，立刻把他们送到我这儿。我觉得不会。未必。教堂圣坛的这一边是圣帕特里克的雕像，而那一边是圣安东尼。这个教区是服务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家庭。会有人打唐纳穆勒的。他有一个保护人。谁？福林神父。什么？唐纳产生兴趣了，自从他担任圣坛侍童以来。我想我应该告诉你。我告诉过你来找我，但你从未这样做。也许我不该过来。我知道你一旦过来必定有什么事。果真出事了。什么？我没对你说什么呀，我都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不，你很明白。按照你的提议，我一直试着让自己更加冷静的思考。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什么，阿罗西斯修女。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最可怕的梦，我既需要在你的指引之下对孩子们负起责任，我也需要我心灵的安宁啊。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可盼着找回我宁静的心灵。你可能得不到，这儿不是让你自满自足的地方，那是给孩子们的，那正是我们所要给予他们的。我想我开始对你有所理解了，但是以怀疑来看待事实和众人真是令人不安，这让我感到我在疏远上帝。每当你迈出一步来对付坏人坏事，你离上帝是远了一步，但你是在侍奉上帝。处理这类事情是费力而不讨好的。在班上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谨慎，我觉得我同孩子们都有了隔阂。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但我觉得这是错的。另外还有这件事儿，我没有任何证据，我丝毫不认为这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不能坐等。但如果没事呢？那就没事了。我不在乎我错，但我怀疑我会错。那该做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该做些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有某种力量保护着他并阻碍着我。可是如果情况属实，他不可能安然无事。我怀疑他是否能够摆脱耻辱。你看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看到什么？他带唐娜去了神父公寓。去做什么？谈话。单独的？是的。什么时候？1星期前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觉得这事有什么错，我从来没想过他。这会有什么错？在所有孩子中，唐纳穆勒我认为最有可能。什么最有可能？他孤立一人，被遗弃的一头小羊羔，正是狼的猎物。我不知道那会有什么错。我们的第一位黑人学生，
我只想到会有人打架，会有一两个家长来交涉。我应该预见到这种可能性。你怎么能想到那种事儿？我的职责就是提防狡猾的狐狸，那是我的职责。但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恍恍惚惚？是那孩子回到教室以后的神情举止。他说了什么？不，他没说什么，是他的表情。他显得恐惧，而且他以一种最怪的方式把头伏在桌上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觉得他口中有酒气。他口中有酒气。八年前在圣伯尼菲斯，有一位神父被我们制止了，但那时候我有斯克利主持神父可以依靠。这里我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人，神父们掌握着一切，我们将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制止他。你就不能报告你的怀疑吗？向本尼迪克他主持报告。这个人太厚道，他只会去追问福林神父。可是那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他会相信福林神父说的一切，他会认为事情解决了。也许是情本该那样。如果这是实情，假如我犯了可怕的事而不得不面对，我只会痛悔。詹姆斯修女，亲爱的，你必须想象一个与你完全不同的人。干这种事的男人已经没有信念可言。如果我告诉主持神父，而他接受了福林神父的辩驳，这事儿就压下去了。那就上告主教。教会的阶层规范不允许我直接去找主教。不行，这事儿一旦告诉主教，我就失去了控制，我将束手无策。我得先找个借口把他请到办公室，逼他说出来。你也必须在场。我？为什么？不，阿罗西斯修女，我做不到。我不能和一个神父单处一室的，另一位修女必须在场，那就只能是你。此事绝不能扩散，为了保护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再有人知道。我不能在场。为什么不能？你是否过于拘束了？我没有思想准备，这事儿我会非常难堪的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把话题说穿了，我是根本不可能在场的。好了，詹姆斯修女，不要再自我沉湎在那不明智的青春期顾虑中。说实话，我希望有一个更合适的帮手，但你是向我汇报的人。是你让我这样做的。那你宁愿让那孩子受欺凌？别以为这是唯一的故事，如果你睁一眼闭一眼，那就会没完没了。你应该向主持神父汇报。不是你看到那孩子的眼神吗？不是你似乎闻到他口中的酒气吗？本尼迪克他主持相信福林神父品行端正，就像日出日落，结果你会蒙受耻辱而调走。我们可以问他。谁？那孩子逃到墓了。他会否认。为什么？羞耻。那也未必。如果他指认了这事儿，你想人们会怎么看待一个黑人孩子？我要认真考虑一下，然后我会请福林神父来办公室商量一件不相干的事。你将在场。可是我在场有什么意义呢？除了一个神父和一个修女不能单独一处之外，我还希望有一个旁证。旁证什么？他可能会说出真相。
但事后抵赖否认。男生们从神父公寓里出来了，他们显得很快乐，他们一副自得的样子，像是有什么秘密。詹姆斯兄，如果我能够的话，我宁愿生活在单纯之中，但只有在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中，单纯才是明智的。情况的出现使我们只能面对邪恶并采取行动。我该把男生们带回楼上教室了。那就去吧，带他们回去。詹姆斯兄女，我会再同你谈的。你好，圣尼古拉斯学校。哦，是的。啊，麦克金先生，谢谢你的回电。啊，是的。对，昨天夜里我们这里刮暴风。对对，啊，是的。啊，啊啊，不，我不知道爱尔兰大风暴，你就为这去的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是的，我在想你是否帮忙把教堂院子里大风刮倒的树干树枝搬走。今天早上弗朗妮卡修女绊在上面摔到了脸，我想她没事的，她看上去还好。麦克金先生，谢谢你，麦克金先生。进来。早啊，罗西斯兄弟，你今天好吗？早安，福林神父，很好，谢谢你过来。我们可以开会了吗？我们还缺詹姆斯修女。你听到昨夜的暴风了吗？哈，当然听到了。想想在拓荒年代，一个披着鹿皮的男人独自坐在林中的篝火边倾听着那种声音，想想那种孤独，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压过来，那该是何等的恐惧啊。如果有人对上帝的诱惑失去了信念，我想是会感到恐惧的。听说弗朗妮卡修女出了事故。是啊，今天早上弗朗妮卡修女绊在一堆树枝上差点摔死。她怎么样？啊，他没事。他视力不太好是吗？他视力可以。修女跌倒你知道的。不，我不知道。是习惯，这个习惯往往缠住修女，因为我们是非分明认个死理儿，所以容易摔跤。我们比谁都更像多米诺骨牌。我的天哪，一点也没有。阿拉西斯修女和我谈得正有趣呢。早安，弗林神父。早安。早安，阿拉西斯修女，真抱歉我被耽搁了。麦克金先生他在修整院子，他把院门给关了，我只好从修女院的边门兜回来，结果撞上了弗朗妮卡修女。他怎么样？他的鼻子出了点血。哎，我还以为你用拳头打的。阿拉西斯修女，反正出了事故以后不要紧。
请坐，神父。我冲了一壶热茶。关上门，但必须这样。你要来杯茶吗，神父？来杯茶好啊。詹姆斯修女，你给他倒好吗？好的。还有，给你自己也倒一杯。你也要吗，阿罗西斯修女？我已经有了。哦。有糖吗？糖？嗯。有。去年大斋节用过，我一直忘了拿出来。哦，那一定是没再用过。没用过。你说的对。找到了，我来给你放。虽然是用于教会的活动，我是。你的手指甲。哈，我留的长了点。这是糖。哦，是的，一块。三块。三块。我爱用甜食。一块。两块。三块。詹姆斯修女，你要糖吗？我不碰的。并不是糖有什么不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神父。占用了你的时间，我们可是绞尽脑汁了。我觉得重新策划圣诞晚会是个极好的想法，去年的晚会气氛不够。挺好的，我喜欢。不过所有的晚会我都喜欢，我就是爱耶稣诞辰、救世主的降临。我喜欢赞美歌，哦，伯利恒的小城，还有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詹姆斯修女。今年詹姆斯修女将同希尔兹女士一起负责晚会的导演。你有什么想法，福林神父？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新的节目？我们大家都喜欢圣诞赞歌，但是也可以加一首欢快的世俗歌曲。世俗？是啊。像快乐圣诞即将来临这样的歌，演唱一首世俗歌的意义何在？增添乐趣。或者寒冷的雪人。 Lucky snowman, Lucky Lucky snowman,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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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 这是首好歌。我们可以让一个男生扮作雪人在台上舞蹈。哪个男生？我们会选拔。寒冷的雪人宣扬的是异教徒对魔法的信仰。当一顶神奇的帽子戴在雪人的头上，他就复活了。如果音乐再低沉些，人们会发现舞台形象的怪诞和歌曲的诡异。我从没想过寒冷的雪人会是那样。这首歌应该禁止播放。那么就不用寒冷的雪人。不能用。我觉得快乐圣诞即将来临挺好的，家长们会喜欢他的。请问你在记什么？用那支圆珠笔。哈，没什么，布道的一点想法。你刚有了个想法？我随时都会有。多么幸运。我会忘记，所以随时记录下来。什么想法？不宽容。你要再来点茶吗，神父？我还有呢。我想起了第二届世界基督教大会的一条口号，那就是教会需要一张更亲切的面容，要充分反映当地的社区特征。我们应该常常来一首电台的流行歌曲，带孩子们去外面吃冰激凌。冰激凌？也许带孩子们去野营。我们应该更亲和友好，让孩子们和家长把我们看成是家庭的成员，而不是罗马的使者。我认为晚会应该充满了欢乐，像社区剧院的演出。但我们不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，我们是不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宣过誓。正是这样。我不认为有多不同。你明白，詹姆斯修女？啊。再来点茶，谢谢。可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同的。在这个教区的工薪阶层人们的心目中，我们是不同的。我觉得我们偏离了今天要商讨的主题。是的，你说的对，圣诞晚会。我们必须小心如何在晚会中安排唐纳穆勒。放松点，詹姆斯兄弟，别打翻了。
是的，生父。唐纳木勒怎么了？我们要当心，在晚会上既不要把他藏起来，也别让他太显眼。因为他的肤色？是的。为什么？你瞧，神父，你这样就明知故问了。我认为应该像其他孩子一样对待他。是你自己给了他特别的关注。一星期前你把他带到神父公寓密谈，一个礼拜之前。是的。我们在说什么？唐纳木勒。那孩子回到班里表现反常。他行为反常？是的，他从神父公寓回来以后有点怪。你能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吗？他有什么反常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他趴在桌上。你是说你有某种感觉？是的。因为他从神父公寓回来，所以你要问我是否对此事有所了解。就是这样。那么你们是让我来讨论晚会呢，还是为这事儿？就为这事儿。这样我觉得有些不妥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就因为你的口气。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口气。如果我认为我同唐纳穆勒的谈话牵扯到你，阿罗西斯兄弟，那我会请你坐下来谈这事儿。但我们认为这事情与你没有关系。也许你对于我存在的概念有错解。这孩子在我的学校，而他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他的安全没有问题。我不认为这是事实。他回到班上后表现反常。他说了什么吗？没有。在神父公寓里出了什么事？出事？什么事也没出。我找他谈话。谈了什么？他个人的私事。他才十二岁，会有什么隐私？我要重申一遍，我反对你说话的口气。问题不在于你的口气和我的口气，福林神父，问题在于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对吗？你现在正在控制你的脸部表情，对吗？我的脸部？你说你要讨论晚会，阿拉西斯兄弟，所以我才来到了这儿。而我来到你的办公室，你是为了讯问我？太过分了，我没有回答你的必要。你究竟要指控我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指控你，我只要你说出神父公寓里发生的事。我不希望再谈下去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去找本尼迪克特主持神父。我只能把你今天上午的不幸行为看作是过分劳累的结果。你也许应该请断假，我可以帮你提议。再见，詹姆斯兄弟。再见，神父。他满嘴酒气，从你那儿回来后。酒？我的确闻到他口中的酒气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放过这事儿吗？不行。看来这别无选择了。别着急，神父，要不再来点。你本该放过这事儿。绝不可能。上星期二，穆勒担任圣坛侍童，弥撒之后，麦克金先生抓到他在圣骑士里偷喝祭酒。我发现后把他叫来，他痛哭流涕地求我不要撤去他的圣坛侍童。我起了恻隐之心，答应他如果没有别人发现，我将让他继续担任。真是个解脱。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感谢上帝，阿罗西斯兄弟，你看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我能找麦克金先生谈吗？怎么谈都可以，但这孩子的秘密现在被公开了，我只能够撤去他的圣坛侍童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，所以我本想尽力避免。你是在保护这个孩子。是的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能否让唐娜继续担任圣坛侍童？不行。如果这孩子喝了祭酒，他就不能继续担任圣坛侍童。当然你是正确的，
我只是没你那么严格，阿罗西斯兄弟。他是这学校唯一的黑人孩子，这的确影响了我对此事的看法。对于他不再参加弥撒仪式，人们会有议论的。这是个公众事务，教区的人们会在信仰上认同某些愚昧的观念。他必须接受同别人一样的标准。毫无疑问。那么我们是要继续讨论晚会呢，还是就不用了？就为这事儿，你满意了？是的。那我得走了，我有东西要写。不宽容。没错，我不满意你对此事的处理，阿罗西斯兄弟。下次你若为猜忌所困，我建议你告诉主持神父。好了，真是个解脱，他把一切都澄清了。你相信他？毫无疑问。就只能这么轻信他？别的就一无办法了。我们可以把他说的情况同麦克金先生对证。是的，这种类型的人是很聪明的，对付他们没那么容易。不过我信任他。你并不，你只是希望事情解决，这样你又可以找回你的单纯。我不希望再卷入这事了。我就是要扳倒他，不管你是否帮忙。你怎么能确定他在撒谎？经验。你只是不喜欢他。你不喜欢他用圆珠笔，你不喜欢他喝茶加三块糖，你不喜欢他欣赏寒冷的雪人。就凭这你就断定这可怕的事儿，太吓人了。好啊，我喜欢寒冷的雪人，要是不把这个学校办得像个监狱一样，那该多好啊。我认为我喜欢教历史，并激励孩子们对历史的热爱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凭这你就断定我是个不合格的教师，那就随你发落。坐下。在古斯巴达，重大事务均由教的最响的人来决定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不再是古斯巴达。现在你是否真正感到这个学校的学生被管得像监狱中的囚犯？不，我没有那种感觉。事实上，就多数同学而言，他们似乎挺快乐的，可是他们无一例外的恐惧你。是的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你坐那边。喂，这是阿罗西斯修女，圣尼古拉斯学校的校长。你是穆勒太太吗？我找你是为你儿子唐纳的事。我希望你和你丈夫能来学校谈一下，什么时间合适呢？一个女人正对她的朋友说她一个不甚了解的男人的流言蜚语。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会有人这样做。那天夜里，她做了个梦，一只巨大的手出现在她的头顶并指着她，她立刻被一阵负罪感压倒。第二天，他去教堂忏悔。接待他的是教区的老主持奥鲁克神父，他向他说了一切。说闲话是罪过吗？他问老人。
是上帝的手指着我吗？我应当向你祈求赦免吗？告诉我，神父，我做了错事吗？是的，你这个无知缺乏教养的女人，你无中生有地重伤你的邻居，你随意诋毁她的名誉，你应当为此羞愧痛心。于是那女人说她悔过了，并请求宽恕。没那么快，奥洛克说，我要你回家把个枕头拿到你的屋顶上，用刀把枕头割开，然后回来见我。那女人便回到了家里，从床上拿了个枕头，从抽屉里取了把刀，接着她沿着防火梯爬上了屋顶，用刀戳穿了枕头，然后遵照老人的话回到了教堂。你用刀把枕头割开了吗？老人问道。割了，神父。那么结果如何？羽毛。他说。羽毛？他问。羽毛飘向四处，神父。现在我要你回去把随风飘走的每一片羽毛都捡回来。可那是办不到的呀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他们飘在哪里，风把他们吹得到处都是。这就是流言蜚语。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，阿们。完，詹姆斯先生。完，神父。那鸟在聒噪什么？这是种什么鸟？是只椋鸟还是只鹩哥？是只乌鸦。一定是只乌鸦。你在祈祷吗？我不想打断你。我没在祈祷，没有。你脸色憔悴。我无法入睡。为什么？噩梦。实际上是一场噩梦，从那以后我一直失眠。一个什么样的梦？我照着镜子，我发现镜中我的脸部一团漆黑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有的时候也睡不着。睡不着？你是否看见那只巨手指着你？是的，有时候。你的步道是否特指某人？你怎么想？那枕头的故事是你编的吧？是的，人们编故事是为了阐明理念，这是寓言的传统。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不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阐明理念的价值吗？不，生活中真实的发生是无法阐释的，真实无法成为感人的故道，它既令人困惑，也没有清晰的结论。昨天，我收到我哥哥从马里兰州的来信。他病得很重，那你应该回去看看他。我不能扔下我的班级。唐唐穆勒好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没见他？我每天见到他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。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判断这种情况了。我已经不再同他说话，以免被人误解。这难道不是耻辱？前天我在大厅里故意回避开他，以免和他照面，他不理解为什么。我发现你也不到我这儿来忏悔了。是的，我去了本尼迪克的主持神父那儿，他非常仁慈。我不仁慈？不是这样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反对我？不。你还不相信？
问题不是我相信不相信，而是阿罗西斯修女。你只是他的一个附属，他是我的上级。但是你呢？我宁愿我的这事儿一无所知。我希望我心中从没有过这念头。这念头如何在你心中出现呢？阿罗西斯修女，我感到我的名誉遭到损害，而我自己没有过错，但我极不情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修复它，因为那可能得不偿失。这令人伤心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。这是真的吗？什么？你知道我在问什么？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。你怎么能支持他而反对我？这没有关系。这极有关系。我什么也没干，根本是无中生有。对毒化的心灵而言，最纯洁的举动也会显得邪恶。我不得不把那孩子赶出圣坛，那孩子惶恐不安。我不曾诉诸于主持神父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想分裂这个学校。如果我公开了阿洛西斯修女对我的指控，她肯定会失去校长的职位，因为这毫无根据。你也可能失去你的教职。你在威胁我吗？你把我看成了什么？没有。我愿意相信你。那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我需要相信，我没必要向他证实任何东西。他下了决心。什么决心？保护那孩子。关心那孩子的是我，不是他。他帮助过那孩子或学校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吗？他像一块冰，孩子需要温暖、慈爱和理解，可他给了他们些什么？校规。那个黑人孩子，他需要只手去扶持他，不然他无法成功。如果按照他的方法，他将会自暴自弃。你想过他那天为什么会在圣骑士里喝酒吗？因为他烦闷苦恼。他看见我赋予人情的方式与他们交谈，便立刻认为我心存歹念，认为我必有苟且之事。而我是不会让他把这个教区禁锢在黑暗的中世纪，我也不会让他摧毁我仁爱的精神。我肯定他没有那个意图。我热爱我们这个教区。我知道你的心，就像你关心你的班级，你热爱他们，对吗？是的。那是一种天性，你同孩子们还会有什么别的关系吗？看着你的脸，我便知道你的人生哲学，慈爱。我不知道，当然我愿意那样。那么在你的理解中，什么是阿罗西斯修女的人生哲学呢？我不必有任何理解，她已经告诉了我，她不赞成温情，他要求我立新公事。有种人总是会反对你的仁爱之心，詹姆斯修女。他们会说你心中的灵光是一种软弱，他们会说你的善良慈爱会出卖你。我不相信，这是那些残忍之辈以德行的名义扼杀善良的惯用伎俩。别相信他，爱没有任何过错。当然没有，但是你不会忘记，这就是救世主给我们芸芸众生的赠言，爱而不是怀疑、非难和指责。热爱人们，你发现阿罗西斯修女是这种爱的体现吗？我不想说错什么。
他不是，他夺去了我教书育人的快乐，那是我最热爱的寄托。你会快乐起来的，我感觉一切都似乎颠倒了，但他们没有颠倒，只是我们在生活中会有迷失的时候，并非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感觉，我们许多人都会有一种心灵的连结。我该走了。你哥哥病了，我很难过。谢谢你，神父。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？不相信。谢谢你，詹姆斯兄弟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慰藉，非常感谢。别乱叫。穆洛太太，是啊，进来。开头你没开门，我还以为我搞错了日子。哦，是吗？就我俩之间说，我正在用耳塞听晶体管收音机，看看现在的机子做得多小。我是从一个学生手里没收来的，现在我离不开它了。请坐。你喜欢音乐？也不是。我喜欢听新闻报道，过去我是从不错过新闻节目的，因为战争期间我丈夫在意大利。从我拥有了这个小小的收音机，我发现自己又恢复了过去听新闻的习惯。来，我来。虽然不是战争，声音也变了。你是一位已婚妇女。是的，但她后来死在战争中。你丈夫也来吗？他在工作，走不开。哦，我明白。当然，有许多问题要问。唐娜表现好吗？她的功课都通过的，成绩中等。好啊，因为撤了她的圣坛侍童，她很不开心。她没告诉你原因吗？她说她喝祭酒被抓住了。啊，就为这事儿？那似乎是应该的。可他是个好孩子，阿罗西斯修女。这次他犯了个错，但总体上他是个好孩子。他知道在这儿是他难得的机会，我想这一切他都很难承受。你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这儿唯一的黑人孩子，也是这学校的第一个。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，压力很大。我想是的，但
但他必须努力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一直在这样做，对吗？是的，他还可以，他的功课都通过的。他在家里如何？为喝祭酒的事儿，他父亲把他打了个半死。他不该打他。我丈夫是不听这些的，你只能一边站着。他本来是不愿意唐娜到这儿来的。为什么？担心他会跟其他的男孩子闹出很多麻烦。但我感觉至今还没发生什么事儿。那就好。那位教士福林神父一直关照着他。是啊。你同福林神父见过面吗？不算见过，没有。只是在圣坛上看见他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没有。只不过你知道，常听唐娜提起。他说什么？你知道的，福林神父这福林神父那，他崇拜他。他常同这孩子谈心，男孩子需要交谈，他需要这个。穆勒太太，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问题。是啊，我想你叫我来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校长工作那么的重要，你特地安排时间来找我谈，一定是有什么事儿。不过我只想说，怎么也得坚持到六月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是什么问题，唐娜必须在这儿读到六月份，然后她就去高中了。没错，如果他能从这儿毕业，他就能上一所好高中，这样他就能选择一所好的大学。我相信他的智商没有问题，再说他自己也很样。目前我不觉得他从这儿毕业有什么问题。那就好，我关心的就是这个，其他的事情我不在意。我怀疑这一点。相信我，我担心的是福林神父和你儿子之间的关系。你别这么说，担心。你说什么担心？就是这种关系可能不对。可是每个人都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得多原谅是不是？我担心的是，老实说吧，福林神父可能已经勾引了你的儿子。可能已经，我无法肯定。没有证据。没有。那也许根本就没有。我认为有这个迹象。我很抱歉，我宁愿不这么想。我能够理解这事儿你不爱听。我想是福林神父给唐娜喝的祭酒。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唐娜最近的行为反常吗？还是那样子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听着，阿罗西斯修女，我不想招惹是非，我感觉到你似乎有你的目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事儿。我想我理解你说的那种事儿，但我不想卷进去。那是为什么？并不是不同意你的想法，只是如果说到这位神父与我儿子之间有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也不是我儿子的过错。我没说你儿子有错。孩子，我知道，只有12岁，如果追究责任该是这个成人而不是这个孩子。我完全同意你的话。你同意我，可我还坐在校长室里谈我的儿子，为什么不是那位神父坐在校长室呢？如果你明白了我的话，你会原谅我提这样的问题。你在这儿是因为我关心唐娜的安全。你以为我不是？你当然是。那我来问你，你真真确确认为是那位神父给唐娜喝了酒？是的，我肯定。如果是那男人给她喝了酒，那为什么我儿子被从圣坛上赶了下来？孩子被抓住了，男人没被抓住。那神父怎么就没有被教会开除？他是个成熟的男人，受过教育，他知道利害关系，想抓住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你就让我儿子承担全部的责任，因为我儿子被责备被惩罚没有问题，那很容易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也许你应该听我说。
我想你的怒气越来越高了。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这样，你只是刚刚发现罢了。他现在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。阿洛西斯修女，你别想反对任何披着教服的男人，你赢不了。修女，他占着比你高的地位，可他占着你的儿子，那就让他占着。什么？反正就是熬到六月份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比你要清楚得多。我相信这个男人正企图或者已经同你儿子发生了不正常关系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没错。你为什么要肯定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？求求你，修女，为了你的正义，同这位神父斗，就把我儿子也拉进去。我儿子他不需要额外的麻烦，让他太太平平地熬到六月份。他知道该做什么，我教过他该怎么做。你是个什么样的母亲？我很遗憾。你说这样的话，只能说明你对生活了解的太少。我有足够的了解。也许你知道规则，但那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我知道什么不该接受。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还得宽容理解，这是我知道的准则。请原谅我的直率，可你在这儿，在这间房里，这人是在我们学校里。当然，他应该有他待的地方。他也许还在做好事，也有可能你并不知道，或许是我儿子。那样，所以他父亲总是打他。不是为了祭酒，他打唐娜就是为了这孩子生就的个性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是他母亲，我现在说的是他的天性，不是他做了什么。但如果上帝那样造就了他，你是不能怪罪一个孩子的。你听仔细了，穆勒太太，我只对行为感兴趣，讨论一个孩子可能的倾向性是没用的。我发现对付一个成人的行为已经够难的了，这事儿并不牵扯这孩子怎样，而是那男人怎样，是关于那个男人。但这个男孩子，他有他的天性。我们不谈这一点。那就算了，是你逼得别人不得不大声说出这些事情。这本来就是猜测，你完全可以不理睬。我认为是这样，我儿子到这所学校来是因为在公校里他们要杀他。我们很幸运他能到这所学校读完最后一年，很好。他父亲不喜欢他，来到这儿同学们也不喜欢他，只有一个男人对他好，这位神父。他向我儿子伸出了手。这男人有没有原因呢？有的。所有的人都有他们的原因，你也有你的原因。但我会问这男人为什么善待我儿子吗？不，我不在乎原因。我儿子需要有一个人关心他，鼓励他，指点他。谢谢上帝，这个有知识的善良人不过就是想做这一点罢了。这不允许。最晚也就是六月份，有时候事情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。可是有时候必须黑白分明。我会把你儿子赶出学校，不要搞错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因为他招惹是非了吗？
因为我会用任何手段来制止这件事。为了你的手段，你伤害我儿子？不光是你儿子，还有别人。如果已经有了，那就把神父赶走。这正是我要做的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什么也不要，结果已经有了。我本想你或许会知道一些对我有帮助的情况，但看来你没有。别把我儿子扯进去，我丈夫会因为这种事情打死他的。我会尽力的。我不知道阿洛西斯修女，也许你认为你正在行使正义，但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。我不知道你我是否站在同一边，我将站在我儿子和善待他的人这一边。我希望你也站在这一边。谢谢你的谈话，阿洛西斯修女。再见。我能进来吗？我们需要第三者在场。唐娜的母亲为什么在这儿？我们在谈话。谈什么？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第三者神父。不，阿洛西斯兄弟，你我之间需要谈一下。你必须停止这种反对我的动作。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让他停止。怎样？供认并辞职。你企图摧毁我的名誉，但这么做的后果是你被撤职，而不是我。你在这个学校里干什么？我在努力帮助学生。说得明确些。作为神父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你想一手遮天，阻碍这个学校和教区的进步。我阻碍了什么？教育的进步和教会的人心。你休想转移我的目标，福林神父。现在追究的不是我的行为，而是你的行为。你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。完全正确，我就是怀疑。你知道吗？我对这始终不解的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怀疑我？我究竟做了什么？你让那孩子喝酒，然后把责任推给他，这完全是胡说。你同麦克金先生谈过吗？麦克金只看到孩子喝酒，他不清楚孩子是怎么弄到的酒。他母亲没在说什么？没有。那就很清楚了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，那就问这孩子。不，他会庇护你，他一直在庇护你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你引诱了他。你个神经病，在你的脑子里是我给他喝了酒，然后诱惑他，不管我说什么都没用。就是这样。如果我说的不对，你可以提出来。实际上，这跟偷喝祭酒没有关系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你早就对我有了成见，是你让詹姆斯修女时时盯着我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事实。那你承认了？当然承认。为什么？凭我对人的判断。你的判断不够高明。足够了。那又怎样呢？你会告诉我你干了什么？哼，我会吗？是的。我不是你某个逃学的孩子。詹姆斯修女，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。那么你同詹姆斯修女谈过？看来毫无疑问，你同詹姆斯修女谈过了。你知道唐娜的父亲为什么打她？知道。那可能就是詹姆斯修女发现她神情异常的原因。有可能。那么还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你究竟听到看到些什么使你这么深信不疑？那么重要吗？我想知道。
今年开学的第一天，我看见你拉着威廉·伦敦的手腕，我还看见他挣脱了你的手。就为这事儿？就为这事儿。这算什么？你在写什么？你让我毫无选择，我记下你说的话。因为在这种令人气愤的谈话中，我会变得过分激动而忘记一些细节，但这些细节可能很重要。我需要向主持神父解释为何必须撤出你学校校长职务的理由。今天早上在同穆勒太太谈话之前，为慎重起见，我打电话询问了你以前服务的教区。他说什么？谁？教区神父。我没问神父，我问了个修女。你应当问教区神父。我问了个修女。你没有通过正常途径，阿洛西斯修女。教会的规范非常清楚，你应当通过教区神父。为什么？你们有默契，你和他。福林神父，你有前科。你没有权利刨根问底追查我的过去。这是你五年内的第三个教区。打电话问教区神父，问他我为什么离开，这绝对是清白的。我不会打电话给神父。我是个好神父，我的记录里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污点。你会一个一个的盯上那些孩子，直到你被抓住。你问了哪个修女？我不会说出来。我从未碰过一个孩子。你有过。你没有丝毫证据。但我能肯定，就凭这，只要需要，我就一个一个的追查你待过的教区。我会找到一个家长，福林神父，相信我，我能找到一个家长。他们多半还不知道你仍和孩子们在一起。一旦我找到了，你将被揭露，你甚至会遭到围攻。可以这么说，你没有权利自己采取行动。你是教会的一员，你宣过誓永远忠于上帝，你对教会负有责任，你没有权利涉足教会之外。只要需要，我就会跨出教会大门，即使那大门在我身后关闭。只要需要，我就会做神父，哪怕是把我罚入地狱。你必须明白，不然你就看错了我。现在你说是你给唐纳穆勒喝的酒吗？你曾经犯过错吗？我犯过，是不可饶恕的罪过。是的。结果如何？我忏悔了。是你给唐纳穆勒喝的酒吗？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我把他留给我忏悔神父宽恕仁慈的双手。你也是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我们不一样。咬人的狗就是要咬人。我不会为自己的罪过辩护并且不思悔改，我会供认自新并接受惩罚。是你给唐纳穆勒喝的酒吗？不是。有预谋的企图？没有。你说谎。那很好，如果你不离开我的办公室，我走。而一旦我离开，我将绝不罢手。等一下，你将请求调离这个教区，你将请假直到你的请调被批准。你能否以上帝之爱行事？不行。我的生命在这，绝不行。求求你，我们难道不是人吗？我们难道不是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吗？或许我们只是理念与评判，我不能随便乱说，你理解吗？
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够乱说的，哪怕你无法接受这个解释，阿罗西斯兄弟，请记住，有些情况你是无法理解的。即便你感到确信，那也只是一种情感，而不是一个事实。以宽容仁慈的精神，我向你呼吁，为了我终生的事业，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。我将我的自身置于你的手中。我不要你。我的名誉危在旦夕。你可以保护你的名誉。如果你这么说我，我将无法在这个社区服务。你在这个社区的服务应该停止。你要剥夺我的一切。那不是事实。史唐纳·穆勒被剥夺了一切。而你完全利用了他。我没有任何过错，我非常关心那孩子。就因为你对他微笑，对他同情，同他交谈，好像你就不再有罪了吗？那孩子需要一个朋友。你是个骗子。当那个孩子以信任的眼光望着你时，你心中所体验的那种暖意，并非是德行的快感。醉汉从朗姆酒中也能获得。你是教会的耻辱，你没被教会开除的唯一原因是神职的衰落。我能够战胜你。你会输掉。你别指望那样。我看得到你的怜悯之情在哪儿。现在你可以得到了，待在这儿，镇静下来。你可以用这个电话，如果你愿意。再见，神父。我对你没有同情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无可救药、不知悔改的。剪掉你的指甲。是的，这是圣尼古拉斯教区的布兰登·弗林神父，我需要面见主教大人。哥哥怎样？他病情好转，好多了。我真高兴，我为他祈祷。休假真好，我需要回家看看，很久没回去了。那我为你回去而高兴。福林神父走了。是啊。去了哪儿？圣杰罗姆教区。那你成功了，你赶走了他。是的。唐纳穆勒对他的离开伤心极了。帮不了忙。
也就是等到六月份而已。我认为弗林神父没有任何过错。没有，他使你深信不疑。是的，我相信他。哦，你证实了吗？什么？他骚扰了唐纳木了。我向谁证实？除你之外任何人。没有。但你坚信不疑。是的，我真希望我能够像你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夜里我再也无法入睡了，世间的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。也许我们就没必要睡得那么好。他们让福林神父担任圣杰罗姆的教区神父。谁？主教任命福林神父为负责圣杰罗姆教堂和学校的教区神父。这是一次晋升。你没有告诉他们。我告诉了我们善良的本尼迪克特主持。我穿过花园去那边告诉他的。他不相信这件事。那福林神父为什么离开了？你对他说了什么他才走了？我说我打电话找了他以前教区的一个修女，发现了他历史上有过前科。那你的确证实了这事儿。我撒了个谎，我根本没打这个电话。你是说谎？是的。但如果他历史上没有前科，这个说谎就不起作用。他的辞职就是他的供认，他就是我认定的那个人。现在他走了。我无法相信你居然说谎。为了追查邪恶，我只能离上帝远了一步。当然，这就是代价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他现在去了另一所学校。是的。啊，詹姆斯修女，怎么了？阿罗西斯修女，我真是怀疑呀，我真是太怀疑了。